我想说就是想要做大一点，然后穿衣服会比较好看一点。最开心就是以后我可以穿很多漂亮的衣服，就不用穿内衣，像比基尼啊，比较辣的啊，比较性感的衣服。我现在就是27天，然后我就感觉就很正常，就不会痛也不会怎样。其实没有那么像人家讲那么恐怖，就是我恢复期蛮快的，也不会痛。对，我觉得胡医师不错。对，我刚开始要做手术的时候我真的很害怕，然后遇到胡医师，然后他让我的感觉就是很放心。因为我想说女王波就是她的材质然后比较好，做出来就是比较柔软比较好看，然后它有保护，